今仔日首先来关心到彰化县音乐比赛消息。为了培养学生音乐素养，并且提供选手表演的舞台，彰化县107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、甲师生乡土歌谣比赛，伫彰化县个厅顶顶三个地点举行。各比赛队伍拢展现超群的音乐水准，显示出彰化县推动音乐教育的成果。参加音乐比赛选手伫指挥老师的带领之下，演奏出优美的音乐。彰化县各级学校推动音乐教育已经有真好的成果。每一年彰化县政府嘛拢会举办音乐比赛，让学生会当透过比赛互相交流学习。今年度音乐比赛这礼拜就伫彰化县音乐厅来举行。嘛，因为参赛组别甲队伍实在真多，所以嘛分做三个地点同时进行。这次107全年度的我们全县的学生的音乐比赛，在我们的彰化演艺厅，从12月3号一直到12月6号。那是这几天的部分的话，赛程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的管乐、国乐等项目。那其实我们最精彩在12月7号，在我们的县立体育场会有我们的行进管乐的项目。那这个项目的部分呢、其实是很精彩。学生的表演虽然是比赛，但是其实我们希望很多的民众跟学校呢可以来参观，然后来观摩，那让我们的音乐教育呢能够更上一层。为了公平，这届比赛项目有分做音乐班和非音乐班的学生，同一类别的每一位学生也只会当选一组报名，而且还有闽南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和东南亚语等等比赛项目，让每一位选手都能尽情展现自我，展现出最好的音乐水准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。